进入周四，中国外汇管理局表示，今年中国将加大三个自贸区内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性。此外，中国也将支持个人有序开展衍生产品交易。美国财政部公布，美国政府一月实现预算盈余551.6亿美元，2015年一月为赤字180亿美元。此外，美国2月6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26.9万，低于预计。美元的走势呈现涨跌互见的局面，欧元对美元的比价上涨到了1.1335，英镑对美元的比价下滑到了1.4396，美元对日元的比价下滑到了112.3800。今天汇市关注的焦点是美元对加拿大元的比价，现在的比价维持在支撑线1.3885以上，还在继续走强。长线期来看，比价有望首先上涨到1.4以上，并且继续走强到1.406。但是如果比价下滑，那么可能会首先滑落到1.385以下，继续走软到1.379。下面来关注一下贵重金属的交易，黄金的价格维持在支撑线1198美元以上，还在继续走强。长线期来看，价格有望首先上涨到每盎司1240美元以上，继续走强到每盎司1285美元。但是如果价格滑落，那么可能会首先走软到每盎司1181美元以下，继续下滑到每盎司1164美元。白银的价格上涨到了每盎司15.65美元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涂金华，欢迎继续锁定 Trading Central 财经电视。